盐水龙呢在台北市立美术馆的收藏里面呢有两件就是他去法国时期的很重要的作品，其中一件1931年的蒙特梭利公园，就是当年入选秋季沙龙的作品。那也就是这个作品呢林潘龙先生有在报纸上写了报道来报道这件事哦。然后其实对于当时的台湾的年轻人是一个很大的鼓舞。那这个作品呢其实画的就是蒙特梭利公园，但是它是比较接近以藤岛五二老师那一种分割画面的大的色块的方法来处理画面。另外呢也有那个反东根交给他的都会女子的那样子一个纤细摩登的造型哦，在画面中游走。那所以其实是一个非常充满的都会然后幽静优雅的作品。那1932年呢盐水龙画了卢森堡公园呢，这一次的画面呢就是景深比较够，那当然还是会有很多都会的人物在那里或坐或走，还有很多很漂亮的法国式的那个铁椅子。然后不能忘记的是这些大的公园都有很蓊郁的森林，那看似一片绿可是中间有很多很漂亮的不同的层次，那需要非常理性一层一层的就是把它织紧上去哦。这是他比较早期的作品，其实两件作品都有某种就是简单化形式化藤岛五二老师告诉他的一个作画的要诀。那从云朵的画法也可以看得出来，其实跟日本时代的藤岛的那一个画风真的是有可以相当的连结。那我们再来讲台北市立美术馆后来收藏的比较属于他后期所画的原住民图像，其中有一件也是做过邮票的哦，就是卢凯少女。那卢凯少女也是非常庄重的把盛装的卢凯少女的形式哦，就是把它画在整个三地门的大地山林之间，然后当然有人工的建筑物在旁边，然后盐水龙非常贴心的画了一些当季的花草啊、蔬果这样子，还有手上拿的像是小米嘛这样的一个，就是做了很多文化的像类人类学这样的一个描述哦。那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对于文化的传承，他必须要把它交接下去，因为他有很多的朋友哦，其实对于台湾原住民文化的一些调查其实都做得很深的研究。但是呢台湾当时很多的文化界并没有对这样的事情投予相当大的关注，所以盐水龙花的很大力气来做这一个部分哦，就是巨细靡遗。那他也花了很大力气去记录达悟族的兰屿这一块岛，然后对于他的整个的大自然，因为有那么大一片的海跟阳光，他认为阳光哦非常重要哦，他觉得他是被日头日头眷顾的人哦，他一生取之于社会就要用之于社会，然后大自然的力量日光对于原始人个人还有对于这样的一个就是台湾的大地其实是非常无私的给予啊。那所以盐水龙在他的就是蓝屿的整个画面他花了很大力气去画就是夕阳。那如果看过那个海面上的夕阳其实很容易被感动的，非常的纯粹非常的动人，那不需要太多的言语其实就可以把那个山河的壮丽山海之间的那个美然后人类跟大自然之间那个融合一体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可以处理的就是那个情绪要表达出来。那蓝屿最重要的是那个拼板舟嘛，盐水龙就是用一个有人类学爱好者的这样的一个角度把那个拼板舟那个非常立体的
那个船身哦，处理出来画得非常的好哦，那个弧度真的是无懈可击。那这样的一个立体的船跟背面的那一个有类平面化的这个海面跟天空哦，其实做一个很好的对比。那再加上它土地上类似鹅卵石哦，其实就平面化了，包括他常常喜欢画的仙人掌。那个仙人掌其实是有某种寓意的，就是在沙漠之中的那个贫瘠的土地，这里当然不是沙漠，那可以长出花朵，要奋力向上，朝着理想前进的很多的寓意哦，他都把它画出来。那也因为对这样的题材太喜欢了，所以他在1984年呢，就在一个很大的水缸也画上了这个蓝雨风景。那一个水缸呢，其实呢，在因为非常大，也非常画得非常好，他签了两个地方都签名哦。可是很可惜在921大地震的时候坏掉了。那后来这个大水缸呢，由拥有者林先生捐赠给北美馆，那北美馆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找到专家把它修复起来。这样子呢，我们就可以做颜水龙的画跟他的工艺品的一种比对，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